Hello，朋友们，哎呀，今天的练车时间结束了，现在练倒车入库，踩那个离合踩的脚都麻了。最近也是很难准时跟大家更新视频了，家里太多事了，小孩子的功课啊，泽泽是，又跟小衔接嘛，一天是小跟初衔接嘛，两个人的功课都。有点难，都有点难以适应，所以我花的时间也比较多。哎，加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太难了，我觉得。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做娘，是不是？确实是有点力不从心了，但是还是得坚持啊。我们所有第一次做娘的朋友们，都加油啊！回家又是做晚饭的时间。集市这里都得了好多虫蛆哦。昨天宇哥上山去吃了几颗那个滑皮菌。发财了，60块钱一斤。这里更多，这里。哎，小李那一种吧，哎，娜姐，刚刚在市场想买菜，宇哥又打电话来说今天晚上又有晚饭吃。真的，今年呢，可能是受疫，前3年受疫情的影响，大家都不允许办酒嘛。今年放开了之后，酒席特别多。现在就是宇哥的，也是宇哥的一个堂哥，他们家也要办进新房的酒席嘛，然后提前2天去下菜单，去啊现在。对呀，我就看一下老爸他们去不去。那泽泽呢？只在楼上读书。哦，那我去看他读书先。宇哥都开心了，他最近都是每天都喝到他开心了才回家，所以视频也拍不了。更别说剪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难呐。其实到外面去打工真的好一点，不要管家里的人情。但是两个小孩，你说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加上宇哥的腰，我真的是愁死了。我觉得，所以有的朋友说我那么强势，是不是？说我只要改掉强势的毛病就好了，其他都很好。哎呦！这强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改得掉。如果我再不强势的话，我不知道这个家还怎么维持。朋友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这是啊，会不会读啊？不会读。啊？这个还有点不会读。还有一点不会读是吧？嗯。爸爸刚才教你了吗？没有。还是得妈妈教呀。看一下你眼睛呢。好很多了哦，不肿了。在学校有认真听课了吗？内向有点。拿好自己读呀。秋天，天气凉了，一群鸟儿往南飞。这里都还没读，就到那里去了。天气凉了，树叶黄了。天气凉了，树叶黄了。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。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。这里自己读。天空。那么蓝，那么高，宇哥，你去吃晚饭算了，我没精力了。你不去了？我们两个不去了，煮点面吃算了。你看泽泽这么多不会，你怎么办呢？他肯定在学校根本上课都不认真。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你出去时候在外面看一下，有个快递就是孩子的生母韵母表，一共有8、9张嘛，你把它拿进来，然后找个东西把它贴一下，
贴一下，让他对着墙壁念，多念。嗯。因为他很多声母韵母都不会，你怎么办呢、啊？是吧？你去吧。嗯。天空那么蓝。天空那么蓝。好的，秋天开始背诵。秋天，天气凉了，树叶黄了，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。天空那么蓝，那么高，一群大雁往南飞，一会儿排成个人字，一会儿排成个一字。啊，秋天来了。对了，真棒。朋友们，泽泽我只教了他两遍他就背下来了，应该你在学校也有读了是吧？嗯。所以宇哥有的时候找不到方法来教小孩子，哎，孩子真的是需要鼓励，不能说一下子就否认他们的。以后再上课都再认真一点，在学校争取就能背下来好吗？嗯。那问一下爸爸吃饭了没有？我们又去吃饭啊。嗯。现在时间还早，问一下他。妈妈。嗯。我感觉点的有点少。点了一点少，我们两个能吃完都不错了。能吃完姐姐吃。姐姐今天还没回来吃啊？对啊，我跟德哥两个说还是不好意思去他爸爸那里，就是说晚了嘛，不好意思去，就两个人来点牛排吃，刚好今天是半价，点一份有送一份是吧？开心吗？再背一下，再背一下，秋天。秋天。天气凉了，哇塞，牛排拿过来了，滋滋的冒油啊，哎，好烫啊，泽泽，你会不会吃啊？朋友们，大家看，是多少钱呢？52块钱，今天买一送一，你看，这是一份，等一下还有一份，也有一整块的牛排嘞，对，哇，泽泽，我这一碗的那个牛排比你那个更大哦。会不会吃啊？慢慢的啊，别烫到啊。周末我们带姐姐来吃好不好？可以了。美味吗？有美味啊、嗯、爱不爱吃？ 嗯， 嗯，把妈妈馋到了。大尝一下，现在的小孩子太幸福了，我觉得以前我们小时候想都不敢想吃的东西，这个现在想吃就能吃了，而且也不贵。之前的一个学生啊，他吃吗？这个学生他的成绩呢上到理想的初高中呢，面吃不下就不吃了，所以当时我们就回去了。现在要上网课，真的很多很多东西啊，要家长跟着打卡的。走吧，那回家先啊。哎，爸，哎，妈，你还进台呗？哎，喂，等狗尿没？干了的。哦。要干了，干狗的。就不沾牛排的，不给不沾狗就。嗯，哦，芹菜好嫩哦。芹菜无声。好啊。啊，给边搞啊？给边搞，单呢，别边。哦，现在真的是半九多。上楼去吧，你还有跳绳呢、啊、要打卡的。